是我对面发光，好，继续存钱，发光了吗？对面发光，一二三四只有四个、欸、所以很有可能在，哎、欸，五一二三四五，天上还是他其实是在天上炸老鹰的那一只啊？有那么这么上面吗？有五了，五个，刚刚一个比较远没显示出来哦。那吉又想干嘛？那吉想干嘛？不知道那吉想干嘛哎、欸。哎呦，又开炸了。嗯炸一个就跑走，过来啊！过来啊！给我不要走！给我比较好的附魔掠夺干什么？我不要掠夺，焚烧之刃。焚烧之刃好像也还好，不要再射弓箭啦！我有盾牌，我有盾牌，哦、不是击退就是啊！哦，有风力山可以好啊！你没丢到，好可惜哦，刚刚那一颗，嗯。那吉 PK 啊！啊，跑走了！他竟然逃走了！那吉跑走了！哇，你太痛了吧！这个，我去换手榴弹好了。哎、欸，财神爷，财神爷，有人要去拿吗？哇！战斗不及了！我走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哈吉吓死了！自己人！长太帅吓死了，我知道。哈？哈屁啊！被队友哈了。我可以炸自己人吗？不行，你走开。哎、欸，你的装备坏了。你擦了，洞洞装比较 sexy。哈？哎、欸，炸了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哈？哈？哪里？哪里？天空吧。天空掉下来的。天空。哦，好好，有的有可以捡得到、哦。好，可以。我在，怎么发生什么事情？突然被炸了。灵魂人偶在哪边？现在是在哪里、啊？复活。好。这个船长是这个。有人来了！啊！我的酷酷，我的酷酷，酷酷不见了。团长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后面，你现在后面，游过来了。那边，上面有，头上，头上，手榴弹，走着了。哦吼，走喽。我游走了。为什么回不到他啊？啊！被打去啊？谁被打下去？哦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哦，你们这一群人，哦，嗯，哦，哦，我一直在传的附近。安心结构，哦哦，你等 ，OK。你想炸的？我后面干什么？我刚才没想到炸的。哎呦！我有跟你讲借过哦，羞羞哦，我有跟你讲借过，没炸哦。你又发光了，功力，哎呦，可以，又发光，发光，我们还有发光极限，这怎么有动啊？无极限啊！被丢完，这里上不去哦。护保护保护，他们还没赌博哎、欸，怎么那么久？他们对啊，而且大吉也没有在挖矿啊，对啊。挖好玩的哦，这个想当大富豪吧？哇，杰瑞的弓箭很痛。杰瑞的弓箭，对，刚炸他很多发，然后接近看他，嗯，还有34、37滴血，嗯，他装备可能超好吧？哦，汪汪，嗨，嗨。这个应该不会吧？这个不会吧？会！为什么？没有，我刚看到一个榴弹打到我。哦，身上没东西啊！老鹰被拆了。嗯，杰瑞啊，保护伞可以。好了，装备就这样了。先把一些奇怪东西放回去。嗯。嗨。好歹要花完。哦，也不要让你剪，吓死你！啊，我的屁股！哇，一发就直接150啊！手榴弹！啊，我的装备！我的装备！没了！我才刚弄好的装备。哎，因为你到，所以我早就放弃弄装备这件事了。哎，有啦，我身上有，我身上吸到两个没有炸掉的。你什么吸到什么的？这里。水呼吸还有保护伞，
好好好，什么汪汪啦？你在干嘛？汪汪在后面啊！武器有吗？在后面追我啊！没有，还在追你呀、啊，臭美！汪汪啊！你是杰克，你要臭美汪汪！哎，武器在这啦，武器在这，武器在这。哎，我的装备，这里啊，他们在用啊，看不到路了。哎，啊，那哎 ，Apple 在用了 ，Apple 在用了 ，Apple 领完钱了。团团手榴弹在你身上吗？对啊，在我身上啊。可不可以给我一些？我要去炸水下屋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看什么都看不到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。啊、我看到水，我看到天啊，不，手榴弹，手榴弹。我们在刚刚丢你装备那边集合，好不？我觉得上面好危险哦，我先潜在水里好了。好吧。哇靠！哎呦！啊！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哦，恢复了，可是还是漏水。欸恢还是漏水，我把水堵住。啊，我钱都没去了啊！他们在轰炸哦，他们轰炸机啊！哦，轰炸机打打打，看不到路啦，失明了啦，连人还不见哦。哦啊！我宁愿自己死，白痴，我在你旁边啊！看不到路啦，失明啊，真的没办法。我宁愿自己死，不要被他们打死。看不到路啦！杰克，不要偷用无敌药水拿在手上，你在干嘛？还是靠血？哎呦，失明哦！哦，这个有戏哦！真的是，你失明几率也太高了吧？没有很高啊。如果看到这样子，你去看，你按一下。文字频道，他丢了多少个？ Oh, 对啊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们真的是……哎、欸，怎么又重生了？哦、我要进贡，我要投降，就还把我打死！他要自己来，不需要。真的是，哦、我的好意都不收一下就行了。收一下。等下有没有石头啊？有啊，你上不去，我上不去。我想要石头，从旁边这里上去啊！团子从旁边上来啦。哎、欸，原来我走回家了。哎、欸，活石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汪汪来了，汪汪来了，汪汪来了，汪汪在没有石头，没有石头。干嘛打活石啦？我要走了。云云，你们有活？你有没有石头？不是活石啊，你有没有石头？有啊，我有啊，活石可以给我吗？有啊，我有活石，我很多，可以能多少就多少，就这些了。好，谢谢。是哦，被卡在船上。他变禅师哎、欸，禅师，禅师，禅师，走开了，走开了。这里，这里，好、哦，我要去最后的挣扎了。哦、我已经要，我已经要盖 SOS 了，你知道吗 ？SOS 求救喽！对，快死，快死，快死！哦，不怕，又发光，哦。可是 S 要怎么盖啊？盖个五字请 S 哎、喔、你请 S， 应该是这样吧？你们要在哪里盖 SOS 啊？我第一场是国王啊，可是我后悔，我后悔要重新选举了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是两场都当间谍啊？前后？对，哇，超屌！哇，也太刚好了吧？超刚好的。等一下，我盖法盖错，我这个白痴。哦，你是盖立体的哦。我要盖字母啊！哎呦啊！掉下去！我做一个 S 啊！你怎么只丢了一个 S 啊？而且我好像盖反了，我盖成五了啦，白痴哦！等一下啦，我没有稿子。哎，繁星要需要稿子，要稿子。要清水性吗？啊，我没有。可是我们用木稿吗？我没有。剩箱子需要木稿。你要直接去他们家买吗？哎、哦欸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只想干一个、欸。我的手榴弹！哦，吉吉思密达！哦，我的手榴弹！大叔，对，上天呐、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SOS 错了吗？哦，这 S 才开了一半，左一件右一件哎、欸，哦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！天哪、啊！天啊
哦，我盖成二啊！原来我盖成二，我盖错了，看一下。二零二，看一下。二零二，我要把它补完。一定要！真的有盖反哎、欸！有不拉的旁边啊！我后悔了，错了吗？你后悔了是错的吗？欸、其实第一天很好笑，第一天我在上面等他，就他上来的时候被他看到了，然后又钻回去。我想什么东西怎么人在上面？等你好久、哦，那哈记装很久哎、欸，真的，我偷了很多东西回去，超多。第一天的时候就觉得他怪怪的，啊、你这啥都不换，我游过去游去，我偷到十块钱啊！事实上我根本就还没到船上，你知道。偷到十块钱，总骗，这好像更像五零五哎，太猛了！你要加那个、啊、一点，上下一点，不是。而且我们最后换一堆爆裂物，结果就被都被收，我们也是啊，都被收光，结果收光光，收光光。那吉读的开心吗？哎呀，我今天好飞哦！等一下，下一场，下次你就让你炸的开心。哎、欸，你要比飞，要不要比我们飞啊？怎么了？我们是贫穷国度哎、欸，超穷，挖了快20个铁，没有一个金锭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天啊！然后他自己是不是有拿走好多金砖啊？没有啊，干嘛啦？我挖的，然后我是全部丢回去哎。假的，你问音乐，我都丢了那7组还8组是超多球，应该有超过。然后我就看到繁星，嗯，他在下面，好，我丢个雪球下去，是用 Q 出去的。不是，繁星要捡到啊！我在上面跟你汇合的时候，啊，突然老鹰那边石头给我削掉，我快哭了。太贴近了，我那时候看东西也是。还有你没过来，不然我那时候杰瑞在看，我觉得。怕我会掉枪哦，你就用力挥我啊！那时候你在家里往那个上面走，你是很想炸 Jerry？ 那咻咻咻的是没有没有，那真的不是我，那时候是我不知道什么声音，居然是杰瑞那边射，是我炸的啦！那时候我还没从杰瑞后面走过去，他没发现，我就一直叫 Jerry 注意一下后面。我那时候还没打算要叛变呐。欸、好可惜，哈记的那个哇，那个私讯没成功，私讯没成功啊，没有啦，最后啦，有啦，有成功，只是就计划没成功，最后时间来不及。我最后所以你们有私讯哦、喔，有私讯，私讯影月说，我用那个斜线啊，私讯影月说我要准备叛变，你们赶快过来。难怪你们会突然一波，难怪全部突袭。对啊，那好可惜没有。间谍就是玩的够。真嘛、啊？应该要在那个楼梯那边放地雷的。他杰瑞在看，那时候杰瑞在看。对对对，我刚刚一转头我就那个了，因为我一直都还是觉得哈记很奇怪，因为、欸、那你们第一天投谁？之一，哈记汪汪汪汪。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就听到什么汪汪在挖他们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。哦，当然是骗你的啊。哦，厉害吧？要你传假消息回去，骗了，传假消息。哎，赤壁之战就是这样子的呢。被带了脚下，杰哥那时候就说他觉得汪很可疑，然后想说好啊，那就先汪汪啊。因为都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情报啊。而且一拳当国王也没用啊，也是我在使唤他。我是傀儡，哇，根本是我是曹操。第一不是第一场的间谍是不是也是哈记啊？啊，对，没有说实在的，那时候我不会看，我是那个观众说你刚刚第一场也是那个间谍，哦哦是啊，哦哦，没看到，间谍超级可以，哎，新的一年就开始有间谍命了，哎，间谍连续间谍。真的，繁星就是连续国王，国王依旧是国王命。没有 EQ，、啊、我那么难，是国王，为了当会当国王的，为了当间谍，我还去多看那个什么什么间谍宫廷剧之类的那种，有啊，什么《甄嬛传》呐，什么《延禧》什么啊，都啊，没有啦，我瞎掰的啦，我想也是，我想说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看那个都超长。那长得不可了，而且那时候巧克力不是说食物没了，我要马上去换了5块钱，然后换牛排吃牛排。哎、欸欸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牛排给你。
然后巧克力就很开心的回头回去，五块钱收买人心，下去，那集下去选对。什么凶？我没有按到吗？哎，杰克，你完全没选到。你下次被质疑第一件事情，先不要笑。对，因为你的惯性是会先一直傻笑。为什么又是我？对，没有，你知道每次我跟繁星同一队的时候，就杰克了。没有啊，我是说娃娃开始听声音喽。好，杰克，然后就开始笑啊，那真的是你。没有啊，每次都哇。我跟你讲，杰克，你可以体验到我每次跟巧克力同队的感受了吗？是啊，他是真的是间谍啊。杰克心理学上课喽。哎、欸，搞不好哪天你真的是平民，我是间谍，我这样说你就是间谍，你也没人会相信啊。哎、欸，有人也会相信啊。太不会装了，应该都去玩一玩矮人矿坑。不行，矮人矿坑玩到吵架。为什么你不要你这个道路要封起来，然后就吵起来？你为什么断那条路？不是我没有卡、啊，好啊，这样啊，刚刚说好朋友啊，都这样啊，不跟你玩啊，每次跟你玩都这样，玩啊，看他都好有意思，看着坏坏矮人赢了，好啊，不想玩了啦。啊，算啦、啊，算啦、啊，好，坏人给你啊，弄好你啊 ，take it ball 啦，然后自己心里才是宝啊，超凶，矮人矿坑才是坏人，就不想玩桌游哎，矮人矿坑真的很容易会吵架、欸，如果那个人吵啊，快气死，坏矮人，就是如果坏矮人太会当，然后好矮人有一些那个脾气又没有很好，就完蛋了，脾气不好，好人也变坏了。对呀、啊，好人也折坏了。好啊，你们乱玩啊，我乱炸路，哇塞！哎、啊欸，有没有开始混乱？有啊，然后不那个十字封的那个。哎、欸、我常常做这种事哎、欸。我也是。我没有说谎啊，我哪有说谎？一拳，你怎么又在做这个了？哎、欸，因为我不会盖跑酷啊，所以我只好盖这个。然后把路堵起来。哎、欸，一拳。记得先买那个啊，闪现跟无敌啊，无敌快没就闪现跑啊，做你呀！嘿、哦，一拳刚刚是穷到连技能书都买不起，连食物都买不起，太穷了。他刚刚真的是饿到哭出来、欸，你们都没有肉。